OK， 走起，开始。先不用敬礼，别急。别动，下来别动，站着别动。我快走到的时候再下。我快走到的时候再下啊。帅，别动。别上车哦，我转身走过来再敬礼，别急。OK， 预备。转身，敬礼啊，快点啊，装个逼啊，对，敬礼按着不动，按着不动，按插件按着不动。对，这个少先队员很不错，姿势很到位。谢谢主播怎么家 PS 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。OK， 很帅很帅 ，Very good。来，所有成员集体上车，集体上车。第一个老蝎子带头去断桥火车处，今天操爆火车。Go! Go go go! 一个接着一个，井井有条有序，飞机左右两边护航，直升机，直升机到第一个叛乱分子那边，左右两边护航，走慢一点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走慢一点，别着急。飞机给视角，飞机给视角，左右两边护航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前面的慢一点，叛乱分子，带头的慢一点，别太快，不然跟不上。OK， 战车，战列队，慢慢走，不要出问题。卡车就难了哟！我操，这个飞机开的牛逼了！够够够！再换一首更有气势的，慢慢来。记住，我们的目标摧毁火车，把火车移出轨，让火车出轨，越轨的感觉。井井有条一点，条理条序。哎，前面的车别晃，后面的车跟上。啊，所有的停一下，所有的停一下，摆上摆一个位置，所有车辆全部停，所有车辆全部停，大车到最前面去，大车到最前面，等会我们挡火车。老蝎子停，带头的停一下。OK OK OK， 大车到前面去，最前面，车头，换位。我操，这大车，我操，这么牛逼！后面车跟上，还有个拖拉机后面，我去。OK， 大车带头，记住不要被火车撞到。慢慢走，
OK， 飞机跟。这个拖拉机能跟得上吗？拖拉机啊，你看我们机油每个都那么有钱，你为什么那么穷？开个拖拉机，对不对？很掉价啊，这样不太好哦。OK， 哟，掉队了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快到了，快到火车隧道了。记住，把所有的车辆全部堵到火车隧道，火车一开过来，一瞬间卡住不动，我们就抢火车，把火车开到城市，碾碎整个城市。记住啊，这些可都是装甲车啊，无敌的。带头的速度快点，带头的，我操，带头你带我们去哪？火车隧道，我怎么你带我们去监狱啊？知不知道在哪？怎么跑到监狱来了？带我们过来坐牢是吧？啊？左上角这里。哇，个逗逼！这里，这个火车道，以前经常堵的位置，来 ，come on， 带头。谢谢楚河怎么将你 PS 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，走。你这个不能乱搞啊，兄弟。谢谢阿莫的云哥送的乐乐宝剑，谢谢云哥。OK， 集体现在开始加速。谢史大今天生日快，生日送的一台挖掘机，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全部加速，全部加速，以你们最快的速度飙起来！可以插车。我操！我操！哎哎哎哎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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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加速！谢谢云哥送来的宝剑，谢谢云哥。你妈怎么那么逗逼？我的天哪！不在这里，跟我来，继续往前。这个隧道继续往前走，谢谢喜吉送来的宝剑。我发现你们，我不带头，你们真不会玩。看来以后我要给你们带个头了。所有人跟我来，对，所有人跟我来。谢谢莫赞送的六六荧光棒。哎呦我操！吓死我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走路开车都要看前面，不能看后面。马上到哦，马上到。对，到前面的隧道，对对对对，注意看一下后面火车到了没有，不要走火车隧道上面，不要走火车隧道上面，记住了，不要走火车隧道上面，记住了，不要卡火车隧道，不要卡火车隧道，我们先到火车隧道的旁边，旁边是个大隧道，然后呢跑车呢走到天桥那个位置，就是过天桥堵前面那个洞，等会我告诉你们怎么堵，告诉你们怎么堵，好吧，那全部先过来，这个卡车你行不行，你开得了吗，卡车先不要进火车洞，所有人不要进火车洞，在火车洞的右边左边，然后等着等着，等会集体进去，对，先不要进火车洞，对的，聪明，对，聪明，然后这样子我们火车呢是两分钟一轮，两分钟一轮，我们等会呢我们在这个隧道里面，它有两管隧道，然后前面是一个大天桥，我们堵在前面那个隧道，知道吧，前面那个隧道堵着，然后把它堵爆，然后天桥这边也堵点车，等会天桥这边也堵点车，
那先到周围停着，周围停着，然后等后面还有三辆车没到，后面还有三辆车，火车来了啊，火车来了。嗯，啊，这火车看到我们车多，居然停了一下，啊，下次他没这么好运了。那个大卡车第一个，大卡车带头，大卡车带头，大卡车先进啊，其他人先等一等。大卡车先进啊，对，进去了，跟跟跟跟，全部跟，全部跟。大卡车不要走太过啊，其他叛乱分子堵天桥，对，堵天桥。对了，就这样子，往前走。大卡车到前面那个洞口停下，到前面的洞口停下。对的。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千万别急，千万别急。好，请就在这边一停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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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全部停过来，对，全部停过来。哇操，这个车 OK， 洞口一堵啊，洞口一堵。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吧，不慌吗？我看看火车什么时候到啊，我站这边，在这边看吧，在你们 OK 啊，看看这个是怎么个情况。对，往这边一堵，我你妈看火车能不能搞得了。火车马上来，我们这么多装甲车往这边一堵，它绝对走不了。怎么还下了两个啊？我这还飞了一个，我去，你们怎么搞的兄弟啊？全部下车，全部下车，来，先下来我这里，下来我这里，来，下来我这里。好，等一下啊，车马上到，火车马上到，看能不能爆啊，火车能不能爆。啊，火车怎么还没来啊？开飞机的过去侦探一下火车什么时候到，开飞机的侦探一眼。飞机飞行员，飞行员去侦探一波，把飞机也停上来吧，上来把飞机也停上来，飞机一起堵，全给他堵了。我玩飞机啊，我用狙击枪看一眼。嗯，来，小陈，飞机给我玩一把，来，飞机给我玩一把，这样我看的视野更好一点。这个车就不要上去了，小丹你下车，小丹你下车。来，小陈你过来，来，我们人群这里，来，人群这里，来。哎呀，我，哎，啊，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，哇，这么牛逼啊！我操，这么屌！我去，这都堵不住啊！那不行了，那我要用绝技了。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那据说呢，这个咱们可以用人力啊，可以用人力挡住火车，来，全部过来，全部过来，全部来我这里。用人力挡住火车，用人力挡住火车，这样往这边一站，对，往这边一站，等会火车过来的一瞬间。我们一波一推，一波一推，站着不要动，站着不要动，全部站我这，全部站我这，不要上去啊，不要上去，听指挥啊，拉夫给车，来来来，人多力量大，你要知道，齐力断金啊，兄弟，全部站好了啊，全部站好了，等会火车过来的一瞬间，用人来，人来挡，人来挡，来，车挡不住，我们就用人，司机看到我们会停车的，司机看到我们会停车的。对对对，过来堵，过来堵，胆子别那么，哎呀，胆子别那么小嘛，来嘛，下来呀，张仙子，胆子那么小干什么？我今天看看谁是懦夫。
我就看看谁是懦夫。谁你妈闪开了，谁你妈是懦夫。来了，堵住，3、2、1，冲啊，快冲啊，你们先冲，你们先冲，快点，快冲啊。哎呀我操，